两世情，不敢只出你名字。啊，老板啊，等到去关门，不可惜梦来回。给你将军能打的将，必须都有你。暗时无表示，南洋公会，伊买一只鸡，我等三年吃无干话，干我鸡鸡走走走。就是对来的美女将军有多的一件必须都有的不是西洋店，就爱动的店哦。吼，那讲哦，我有那足骨来读书的呢，我有一挂同学哦，教我袂歹，结果哦结拜两个，三个兄弟啊拢结拜，啊三年一考已经要到啊，来去招阮老大的老二的，来去京城地做官。西归安江，西归安江，千秋一点的回归。故里的酒人是在今朝醉，还我人能醉。我爱的是小小姐，你只要在爱的是多情的，我谁在爱当爹爹，一个。西归安江，西归安江，好地点的月桂，你的笑容是在今朝醉，还我人能醉。
神奇，是你会错意。我很爱你，依然让我心却不会变心。我不说不听，我不要分离，那只是谁说的？但是我自己，反正我不敢当这上，算是家财保安。收爸母的钱，吃好穿水，无烦无恼，而且收伊的栽培，自细汉训练，母母相传。查甫囝日子，希望你后向上光明。如今三年一考，考期已经将近，眼看基础已经纷纷上镜。我想要来去求取功名，但是无伴，唔知道要招什么人才好。小弟呀、啊，王哥哥，嗯，你敢叫了怪怪哈、啊？王哥哥，你姓吴咩？啊，唔是叫你王哥哥，无咩也无叫二哥啦。都唔三格二个你个，啊对啦对啦对啦，哦，这罕见吼，啊你一个来，就敢若亲像啊死狗穿毛公，我有像死狗啊，你哪能嘞？哦，我讲你安尼一撞一直跳，因为我有足重要代志要甲你讲啊。哦，什么代志啦？什么代志？你唔知？三年一考已经到啊嘞，咱唔是为着要去做官吗？什么咧做官？要做官吗？我嘛是有咧想啊，啊在想讲，唔知要招你，还是要招？咱拢结拜兄弟，你讲这唔知要招我，要招老大？对啊。我的工作总爱招，因为咱三个哦是哦，不可以离开的。三个人是连体婴，唔是啊？咱连体婴，你知无？安那？你若走出去大路，有看彩阳顶，就是咱三个。哦，对。三个拢连做伙，黄的、红的、青的，对。对无？红绿灯，安尼好。啊，将今日要食穿看看，来去招大个，行来去，带路。
有娘温爱结果会当先我运动出世，原本算起来阮是普通的家庭，当年夫言不慈爱，不管家庭困苦，伊还给我读书学历，作为孔子门生。自细我学文学武，希望优雕一立，可以作为国家栋梁之才。无疑我家中三省变故，常年不在我的身躯边。我运动一段时间，却变做无依无我的孤立，三餐都难吃。为着三顿，我就爱努力打拼。听人伫咧讲，惊啥代不注意已经够有。虽然我自细立志，卖好现实环境无奈，先无管住路费是要如何是好？确定已经够有啊，对吧？文董，两位小弟哦，你来看到我就这么欢喜。我咱调调，大哥，阿伯伯了，来，咱看你蹲蹲你偌大啊！哎，要叫我啥物啊？哎呀，来吞下，足奇怪，我吞下去，不可以，这样恐怖的话出现，哎呀，我看到你足亲切的，安尼啊，大家认识的，尔你就惊到安尼死？唔知安怎，我突然中间的感觉，这几天可能是啥物好日子。我想要去惊死，好日子啦！好日子，好日子。对啦，这边安怎讲？那无，阮两个人来出下伫恁家哦，好歹来斗小宝，关公老逼，赵一鸣，啥物事？兄弟，不是要扶持我去坐天吗？啊，你当时在变老逼啊？那那个，啊，你在看着标题？啊，那啊，考试也考袂过哦。你莫像我空空哦。安尼袂用是袂用是，我甲你哦，环境是袂当比拼。你两个算起来，厝内底拢真好过。阿兄算起来，我是善食人。我若无食，三顿都无办，不是无食，我若无读，三顿都无办法通好医治。我真想要上京考教，兼过哦，欠班师路费。关公，啊啦，那找关公啦。你免烦恼啦，钱早拢在传便便啊啦。啊！你若继续搁留伫咧故乡地个所在，啊，无通好食，无好讨趁，啊，散机落去，早晚命去互你收去啊！我嘛想讲，要甲你共款，遮尔有营养，养过确实我生活真歹过，暗暝都强要无通食，要哪有办法增加我个体重呢？你哪有法度讲到遮正经？大哥，啊，你会知阮家个环境嘛袂歹啊？啊！著吃穿讲过拢看我，你何必咧自尊心带遮重？逐项拢要跟我遮客气。就是咪老大，迄你放心来，遮三工肥差十公斤。真是，哎，甲你食袂大苦尔。唔知安怎，我压力真正重，可能已经伫咧这山林的所在住一段日子，甲都市环我袂当比拼。放心，今仔日也经过了，你就出头天啊。我会出头天吗？真是你要援助我？放心啦。我五三顿拢莫食，我毛你一顿饱。凭着你这句话，兄弟啊，甘心。那呢，三个做伙行，互相照顾，靠看。这件事来放过先，咱行上地，咱就做官哩。无咯，代事袂通挂无事代哦。我无这相当的自信，我若有挂通做就好。啊，若无挂通做，要倒转阮故乡，你甲我放火焚烧，啊，阮都要落悲望去。好啦，讲生笑啦，伊的能力绝对有法度考状元来行啥？感谢你的金言玉语，最好例子的行例子，咱到京城户口，结果是大老师要赶，两位小弟，咱就赶紧启程。你这老阿爷爱上老大吗？你这对比比较像，我对比比较像。看到阿爷的模样，是安怎你会突然间那狮子笑一声嘞？大笨人，大哥，你跟我们这么苦受，尽量放我轻松啦。我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时间无早，放轻松，带我去，大哥我坐你来。